最佳原著剧本，还有入围最佳视觉效果的李志伟、谢刚达、王永伦，入围最佳美术设计的赵思豪，入围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卢律明，入围最佳剪辑的赖秀雄，以及监制曲友宁跟工作伙伴们，步步同时获得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剧情片等11项的提名，是本次入围的最大赢家之一哦。是的，中岛个人也入围3项，这是首部执导的女性电影哦。这边请导演，导演，我们两位最佳女主角。导演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哦，两位女主角相爱相杀到互相理解，其实听说在片场常常逼哭您，然后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哎，不知道在现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非常谢谢他们两个，她永远都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女主角，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那静雯姐，你这一次再回到电影的殿堂，然后又走进了金马，你觉得罗品文这个角色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罗品文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今天可以被中岛看见，然后演了罗品文，然后第一次可以走上金马的殿堂，其实很开心。有，已经眼泛泪光，非常的感动。那小静呢？王静当初好像是没有看到剧本的情况之下，你就接到了这个演出，你自己也觉得很信任导演，是这样子吗？因为我觉得我相信中岛跟静雯姐还有他们这整个团队都是每一个演员都会非常非常想要合作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能够跟他们合作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礼物了。好了，不要再瘦了好吗？你跟小静真的是两个人。好的，欢迎我们瀑布剧组，谢谢谢谢谢谢导演，谢谢两位。今天穿的是林立老师帮我定制的衣服，然后真的很感谢他们的团队帮我定制一个这么漂亮的礼服，然后手上的珠宝也很可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美美的人很开心。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还说我们没有讲好，完全没有，但是我们都还蛮有默契的，对，好像两次了都是这样子，对。我们完全没有串通，完全没有讲。哎，其实我到底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有多胖？其实也没有到差那么多啦，就是健康吃这样子，然后就是不要吃太多太油太辣太炸的东西，就自然就这样子。对，我觉得自己的部分，我当然是觉得就是女主角的部分，我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看到静雯姐上台，然后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拿到最佳剧情长片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奖项，我们对瀑布很有信心。对，但是王静看起来蛮紧张的。我超紧张的啊，因为我，你们是可以聊这么久的吗？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确定我的礼服的。对，我们礼服的这个过程找了一段时间了，我还蛮紧张的。对。那静雯姐是比较轻松吗？还是其实你很紧张？你就跟着导演的脚步走，就比较不会紧张了，就跟拍瀑布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只要导演在旁边，我觉得我们都比较放心一点。实在说一遍，我老心在在啊，我现在应该是老神在在吧，应该还可以。我觉得今天事实上现在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就坐在那边好好等公布，这样就好了。对两位女主角是有信心的，一定是他们的啊，应该是两个一起得吗？哦，当然是这样子，反正他们两个应该一定会得的，一定会得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吧？好，谢谢导演。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服装，我今天看到的时候，他们一直都很漂亮啊，从昨天开始就很漂亮了，今天一直都还是很漂亮，非常非常非常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看过你这套服装吗？你说什么？你们还没有看过？他们应该现在正在看。妈妈性感吗？妈妈变长发。妈妈是长发公主 Elsa 哦。那出门前他们跟你们说什么？他们中午就去上课了，然后有抱我亲吻，还写了一个卡片给我，现在带在身上。他们一直叮咛我，两张卡片都要带的，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很可爱。他们画了图，写了字，就抱抱我说你很棒，谢谢。